身後嘅一隻鼠白白沙喺唐人街附近嘅啫。咁呢兩個嘅商場咧，主要下邊咧就係、是、主要下邊咧就係、是、賣一啲西洋電話嘅零件咁樣，上邊咧個桑拿同埋旅館嘅咁樣。咁今日火燭之後咧，咁據稱咧暫時已經發現咗三具嘅屍體啦。咁而家環境所以咧，好多消防車已經泊曬喺度救火啊！現場咧都係濃煙密布嘅，雖然消防已經開咗好多條水喉嚟救火，咁但係咧而家嗰個感覺咧都係辛苦嘅。據稱上面嘅濃煙咧有高達90度嘅嚇。咁喺煙火九樓之上咧，而家仲有啲人士喺度被困嘅，咁估計當可能有遊客喺度都唔出奇。現場嚟講咧，